哟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白。今天呢，我们要继续来玩空岛生存，耶！那在上一集的时候，我们不是有那个繁殖村民吗？然后我们也有去攻略的怪物岛。那目前怪物岛的怪物呢，已经清空了，那也只剩一只大魔王在那边了。那在上一集呢，到底交易结果是如何？大家会看到，我们很可爱，他成功了。他成功了，他孕育他们，他们应该说他们已经孕育出了下一代小村民。嗨，嗨，嗨，说嗨呀，孩子。嗨，很好。那这是他们这一家人的大合照，应该是这样说。对，那至于再来就是应该说，如果说要让他们再繁殖，要怎么做呢？就是可能又要再就是让他们去交易，让我去交易，跟他们交易之后，他们才有办法，就是才会冒出爱心，然后才有机会生出小孩。那基于这一点，我觉得有点不太像是全自动的，所以我没有办法就是单纯丢面包，或者是给他们种在面包的农田上，让他们自己去繁殖。所以我觉得可能无限繁殖村民这一点没有办法完成了。对，所以就是变成说我必须用我的东西来跟你们换那个，就是换东西，你们才有办法就是有那个嘛道具嘛。所以其实换下来基本上我没有办法就是有无限的道具，因为你们没办法吃面包，你们通常是你们就是有面包，就是有那个面包你们才有办法繁殖，可是因为没有办法，所以变成我必须人工交易，跟你们就是交易这些物品的时候，你们才有办法就是就是对冒出爱心来。所以基于这一点，我还是想说可能还是就让你们在这边生活就好了。对，所以我就是不打算再做成那种大量繁殖的情况。对，所以祝你们新婚愉快，还有那个 baby， 救命！好了，那我要去打 boss 咯，这一集要打 boss 咯。Are you ready? Ready?我不知道我没有办法回来，应该是可以啦。如果我打完 boss 之后回来，我再来关心你们一下，好不好？那希望这座岛就送给你们喽，这座岛就交给你们喽，你们要好好照顾这座岛哦。这会是这一个系列有可能的最后一集哦，因为我也有可能被那个魔王打败嘛，对不对？就打败之后我要回来跟你讲说，我被打死了这样子。OK， 那我们就走来去最后一个可怕的大魔王岛 ，Let's go。那如果说我们回来之后呢，我们就尽量让，就是回来这座地图的话，我们稍微再尽量让他们就是多繁殖一点，让这里变成很多很多村民这样。其实上一集我们复原两个村民之后，好像就只有两位嘛，对对对对，所以说现在如果要更繁殖的话呢，就必须要让他们吃，就是让他们有道具。可是因为那个道具就是像我刚刚说的，我的道具并不是无限的，所以我如果是面包的话就是无限啊，可是因为没有办法，所以没有办法让他们一直有东西可以交易，就是有可以一直换的东西没有，就是没有那个，对，所以有点困扰。没关系，反正如果要再繁殖的话，我们再回来找他们就可以了。那我们现在就好，就是这个很难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是箱子，有看到门吗？有，你们有看到门吗？哦，这里是这里吗？哦，对，那我们就开始咯。Let's go！ 喂，等，我什么都没带。等，干嘛？快，你赶快射，把你小孩射掉啊！应该说把这些小怪物射掉。好了，他现在在生气，到底有没有在生气啊？其实我根本看不出来。我这样射他，他会不会有反应、啊？有，吼！哦，这就是魔王吗？你这个破坏他们美好住家的大魔王，呵，
不要小看我了，这我扯是很会射的哦。从小一出生，医生就说这孩子长大超会射的，你要小心哦。好像没有这回事吧？应该是这小孩脑袋有点问题哦，你要小心哦。好了，进了那个这个模式，我就必须用手用剑砍。我好像不行。啊，我不行。哎、欸，我不行，因为其实严格来讲就是啊，就是因为少了一件比较强的装备。那个，我顺便去拿一下那个药金苹果好了，我应该拿一颗金苹果去挑战。其实，但是整体来讲，其实还蛮简单的啦，就也不会说难到打他的血都扣一点点一点点这样，对，所以其实蛮简单，只不过就是装备不太够。那喝个水应该就没有问题了，拿一颗两颗金苹果好了，对，其实只要吃金苹果，基本上就没有就应该是可以过了，对，所以有那些村民又嗨，我又回来了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我，反正我又回来找你们，所以我要再走过去一次。哦，没有，哎呦，就等嘛的。就懂了的，你不要激动，孩子，不要激动，不要激动，嘿，哦，好，先吃一颗 ，OK， 太强大啦，哈哈，呵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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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拜托，我可是砍过很多次怪物的人呢、啊，你以为这回刀？呵，哎、欸，这样你看到最后一刀是地狱之心，结束了，结束了。哎、欸，还不叫王，我是你们新一代的王哎、欸、啊！你们这些手下，我已经把你们的大 boss 给杀掉了，你们不说点什么吗？类似哇，你好帅啊！哇，你好猛哦！哇，你解放了我们之类的也好啊。然后这个地图，应该说这个漂亮的地方可能要被我拆了，因为我没有带那个，我没有带可以垫脚的东西。Sorry， 话说是这样子啊，可是啊，对不起，因为我看到上面有东西，可是我叠不上去，对不起，我在破坏地图啊啊！作者用心的美感都被我破坏掉啦，小白你这个，小白你这個，我要躲影，因为我在那边跟自己讲话，这样很奇怪。哎，我只要拿到箱子就好了，我不要再按了，好不好？有传传送书，什么书这么厉害？我看一下。不管有没有打死 BOSS 都可以哦，点我离开这房间。你没有权使用此指令。What？ 我没有权使用此指令。好吧，这样可以吗？哦，有了，可以，这样就可以了。你找到神秘宝石了吗？找到的话，找不到的话，放大地层。哦，你说那个图哦，作者呢是远远阿里嘎多，然后欢迎看看，喜欢的话呢可以订我的频道跟追踪影片动态哦。有发现问题呢，请到巴哈下面留言，感谢你的游玩。结束了，结束了，成就完成远远定制的一半以上的成就，完成远远全部的成就，完成远远定制成就外还有自定成就没有？自从那一棵树，应该说自从第二集那棵树把那个爱讲淹死之后，我就打死从心里就告诉自己，千万不要再，应该不是说回忆往事吧，应该说就没办法再做成就了。对，你觉得这样地图好吗？好玩 ，nice， 谢谢 ，OK。然后我来看一下，这里是写说，你可以从箱子拿到传送书，传送到各个地方去，真的吗？那这个本书还你。我看一下，感谢你留完。如果有任何问题呢，请到巴哈上留言。那有拍实况呢，不妨请附上链接，让大家玩玩看你玩的过程。下页可以传送到各区，想找不到箱的话，可以切换旁观者模式去找哦。其实箱子我都有找到。一开始的房间，主岛、矿物岛、动物岛、无名岛、沙岛，哦，好多岛哦。蘑菇沼泽跟结束。哦，有了这本书，其实基本上就万用了嘛，对不对？然后还可以切换生存跟创造。戳，我们用创造的方式回去看一下那个，回去看一下村民好不好？我们回去看村民应该算是冰雪岛嘛？哦，
好方便哦，这本书就我留着用了，谢谢。那各位，我回来咯。你们在哼什么？你们在不屑什么？你们这些村民真的是有个没良心欸。我好不容易打完 BOSS 回来，并且拿到了这一本万用传送书欸，拜托，这个超级好用的。那这个岛就交给你们咯，好吗？而我要去下一个世界了，你们一定要加油，干巴得，得是呢。好啦，那我们就准备跳入新世界咯，你们要好好的幸福哦。这一集系列就要到这里结束咯。那么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请记得点个喜欢，想知道最新影片，记得点下订阅以及旁边的铃铛。那么我们远远空岛系列生存在此准备要结束了。那之后呢，会不会拍新系列呢？一定会。那会拍什么系列呢？就请各位敬请期待。 OK， 就是这样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回见，拜拜。